队，我哥咋死的？查出来没有啊？两码事儿。先说今天的事儿吧。老李，你问问，想了解一下老七。谁老七啊？就是死在运狗车的那个人，大名叫张兴。什么兴？什么稀七八糟、乱七八糟的？我跟你说，这事儿肯定有人栽赃我啊。 那你觉得谁会栽赃你呢？那多了去了，都他妈往自个儿兜里扒拉钱的，谁让得着谁呀？你跟丁永利关系咋样？咋不咋样呢？兄弟一场呗。之前谁打你买卖？ 我，他不掺和，养生、喝茶、下棋、分成，他喜欢。他身边还有什么朋友啊？平常总爱跟他老林场的几个老伙伴一块玩。你见过吗？见过。 没见过，见过这孩子吗？没见过，好好看看。没见过。 没见过。我没见过。他死了吧？姓名、狗尿苔、身份证上的名字，吴涛。为什么杀陆和尚？给我师傅报仇。你师傅谁呀？丁永利。你认为丁永利死跟陆和尚有关系吗？啊。你当时在现场啊？ 不在你怎么能认定呢？我猜的。你师傅雇人在北京绑架孩子这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 孩子，那是不是警察给弄走了？他为啥杀老大呀？瞅啥呢？进去看呗。有事儿啊？有啊，来吃个早饭。还没开门呢。啊，那你们聊。什么意思啊？大哥。 我见过他，昨晚看热闹的有他，还和警察唠嗑的。王工，这帮我整完没啊？王贵，边去，别挡我。 干啥呀？ 着急的尸检报告啊，我整不了，你另请高明吧。你不就是高明吗？死亡时间定不下来，差哪儿了？冻伤太厉害了，再加上狗咬，定不起来呀。哎呀，我去！需要复原技术啊，整理调人吧。王叔，我来，王叔。 这一大块的，你是高手啊，你得想想别的办法呀，很着急。着急，旁人不急啊。死了人，谁家都是大事儿。哦，对，这个罗和尚的尸检报告出来了。到底是来干啥的？我真是来吃饭的。糊弄鬼呢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要不说明白，别想出这个门。谁呀？喂，罗和尚家属吧？是啊。罗和尚的遗体鉴定完毕了，你们来取一下人。啥时候去啊？你告诉他们，尸体不完整，让他们自己找这个化妆的啊。哎，你啥意思啊？ 哦，对，我们这儿确实整不了，你们先找一个吧，赶紧把尸体取回去。是。哥，啥事啊？缺个化妆的。关你啥事儿啊？要不怎么说咱们有缘分呢？林子，该你了。谢谢李哥。嗯，你瞅我们大眼啊，干什么像模像样的？这馒头片烤的，不是脆，我说。 这怎么烤的呀？瞧，谢谢阿叔。简单，不急不躁。嗯，双塔一队。我。咋样？完犊子，老七的尸检报告一时半会儿出不来。为啥？确定不了死亡时间。差哪儿？ 这玩意儿冻时间太长了，咬碎了，鉴定不了。还有啥办法？省里调人，老王说的。那得等到啥时候啊？老王，我们队长说了啊，要是不从省里调人，咱能不能解决？来，解决不了。啊。 省里调人得几天呢？那不好说，请省里来人协助，得看人有没有功夫。2天3天能到，那都很正常的。能不能再快点？你觉得不赶趟啊？找孩子不赶趟啊？那得走流程啊，申请报告没下来呢，你人和车你都不能动啊。哎呀，人是活的嘛。 这是双塔呀，等吧，等省里来人吧。不能干等啊，咱们办案得有想法啊。我不能因为你这想法，我把所有人都得配合你啊。你干啥去？我这楼上还烤着馒头片呢。你馒头片整的挺好。孩子丢了，北京来的，也经常跑货呢。对啊，他看到了，打了电话。大爷，我这找人呢，这小孩丢了，对吧？ 孩子丢了，你要是看到啊，打这个电话联系啊，双塔刑警队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动手抓！我贴在这行吗？我这能贴一张吗？大姐，我贴这可以啊。谢谢啊，哎。哦。猪猪，你回来啦？哦。猪猪，你这衣服都脏了，我给你洗洗。不用。 叔叔，喝点水。啊，叔叔，我肚子疼，特别疼，你带我去医院看看吧。叔叔真的特别疼，你带我去看看。好了。叔叔，要不然你把我送回那个派出所呗。 叔叔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事儿，我全看见了。看见什么了？ 干啥去了，李哥？这一天不着家。买大棉裤。哦，我以为离家出走了呢。雷哥，暖和暖和。哦，谢谢。茶呀，好水配好茶。你不是不喝茶吗？认罪嘱咐的。 净整没用的，老人对咱不错啊。别那么较劲。 听见没有？去你大爷！怎么弄坏了？不接电话了还？有事吗？我得找你啊！唯一的线索断了，能不较劲吗？我。钥匙都在里边，缺啥补啥。我弟不懂事，对不住了。我干活有个规矩，旁边不能有人打扰我。明白？上车座去吧。哦，对了，你们老大平时喜欢听什么歌？ 把钱准备好吧。好了，你自己去看看。哪都有你，有我的地方就有你呗。来干嘛呢？工作。 认识姓罗的，我客户。哎，帮个忙，帮个忙。和胡狼一样，皱脸秃鹫夫妇会共同养大他们唯一的孩子，他们会轮流喂养孩子，对孩子非常溺爱。 拿着。父母在孩子的口鼻部位轻咬几下，就说明已经没有食物了。只能看不能动啊！啊！灯照这儿。胡狼的幼崽也深受宠爱，父母捕猎回来。 总会把食物反刍给贪吃的幼崽。胡狼家族内部没有压力，也没有杀婴案。手感怎么样？不硬不软，你看出啥来？闻着不太对，闻的不太对。 咋不对个法啊？你喝过酸奶吗？哪个牌子的？没问你牌子。它和一般冻伤不一样，身上有酸奶味儿，应该是经过急冻。几栋？几栋？急冻？听不懂啊，就是快速给它冻了。你确定啊？不确定，凭经验瞎说。谁让你瞎说的？本来想让你挣点闲钱，你这说了跟没说一样。钱不给了啊！我跟你直说啊，欠我们这行钱不吉利。那人谁啊？干啥的啊？北京来办案的警察。啥案呢？大老远的还从北京来？不知道。刚才我没说完呢。我听你说。 他手腕折了，不全是狗咬的，应该有东西绑过他。啥东西啊？啥东西？嗯。哎呀，没带钱包啊！哎，我回去给你补上。嗯，我想到了啊，真给你补上。 啥东西啊？有铁锈，但是一个很小的创口，我也不太确定啊。把钱补上来，有可能就确定了。不差钱儿，差你钱儿。哎呀，周游，你这在双塔有什么事儿，尽管言语啊，我能办的。啊，甭套我话，咱俩以后少在这种地方见面。生死无常啊。对呀。 下摆要是我给你化妆，我是往好看了化呀，还是就化成你先生？不能，能断生死啊？不能，那不就得了？各按天命吧啊！我要是死了啊，器官早捐了，你不用操心。就你那一身破零件啊，别糟蹋别人了。 周游干啥的？他是化妆的。给谁化？给死人化。切嗯，给死人化。罗浩上的妆是你给化的？嗯。你是专门干这个的？ 我爸说那不是正经职业，他挺看不上的。你爸那个人啊，一般人一般事儿他都看不上。你爸后来没再找一个？一个人。老周怎么走的？病死的。 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前几天。他跟电影里救火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你爸还救过火呢？救过。第一回听说。我们家有一张照片，他们两个站在一起，嗯，还写着“救火英雄”。 难怪呢，你要找二丽。以前在厂子里的事儿，我爸也不跟我讲，我也想知道知道以前他是什么样的。 太不巧了，你看看你要找的人都不在了。哪儿的冷库啊？全市啊。 你咋不说全世界的呢？先生，你为啥要查呀？老七应该受过激动，什么玩意儿激动啊？尸体激动，你咋知道的？从老七最后一次露面到尸体被发现，一共过了8个小时，没错吧？嗯。从中午到晚上，尸体被冻成这个样子，这还不算别的。你到底想要说啥？我判断啊，老七是在冷库里被冻死的。哪个冷库？双塔的冷库啊！双塔的哪个冷库？你知道双塔有多少个冷库吗？大到冷藏批发的，小到能装人的冷柜有多少个？你根本都不知道啊！你，所以要全市排查嘛。不是，我哪有那么多人啊？你手底下不是17个人吗？我17个人都不干活，都跟你去干去。我只要3、4个人。你告诉我哪3、4个人闲着呢？哪3、4人都行，再加1辆车够了。 啊，3、4个人就能查全世界，就能查那个全市啊！我多要人你也不给呀，陈队。哎，你跟着干啥呀？哎，进来吧。外面还挺漂亮的。睡吧。关一个。今天有孩子吗？没有。结婚了吗？没。难怪。 啥难怪？虚呀。